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能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从今天开始呢，GTA 5免费了，GTA 5正式加入 XGPU。那么呢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就可以下载包括 GTA 5在内的100多款大作免费下载终极版来畅玩。那么呢，今天呢是2020年1月4号，今天早上的微软就给我们带来这一个好消息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XGPU 里面的100多款游戏都有哪一些，然后你可以全部下载来玩。就比如说《战争机器五：地平线四》，你就可以直接下载终极版，而且还包含全部的 DLC 来玩。总的来说，你耳熟能详的大作都能在这上面找得到。就比如说《我的世界》《光环》《全境封锁》《古墓丽影》和《金装备》《巫师三》《GTA》《蝙蝠侠》等等。待会呢，我展示完这些你可以免费下载的游戏之后呢，我就继续讲解。不得不说，微软是有钱的啊。那么呢，你也可以白嫖你朋友的 XGPU 会员，就比如说我白嫖了我朋友3年的会员，那么呢，这3年新出的游戏呢，我就可以免费下载来玩了。XGPU 呢，它就是一种会员的机制，你不需要买断这个游戏，你只需要有会员就可以免费下载来玩。育碧呢，前2个月也开始内测类似这种的服务，叫 Uplay 加，有了 Uplay 加，你就可以免费玩育碧旗下的所有游戏了。现在有个好消息呢，就是 XGPU 服务呢，新用户前3个月仅需10港币，也就是9元人民币。那么呢，3个月之后怎么办？你可以注册一个小号，继续办这个3个月10港币，也就是你18元可以白嫖半年。如果你不想这么麻烦怎么办？你可以去淘宝找途径啊，还是很便宜的。那么呢，有礼品卡或者说别人帮你充值。好在港服呢，它是支持支付宝的，所以说你自己买还是很方便的。或者说你还可以等到微软大促销的时候捋羊毛，直接办个3年，还是很便宜的。不得不说，微软还是非常有钱的，连 GTA 5都能加入到 XGPU 里面来。当然了，无论是 Xbox 还是 PC 都能享受到这项服务。PC 呢，它也有 XGPU 的游戏，也可以跨平台联机，买 Win 10送 Xbox 版，买一送二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，获取最新的游戏资讯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